用了它巧克力的情况，情况看大概它是几亩起开？八亩起。哦，八亩起动，当时浇定植水的时候用了一袋儿，它这个当时栽苗是比较晚，菜场菌比较晚的。袋子拿起来。但是表现的情况我给大家讲哈，第一，你看，人这个叶片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在这个颜色比较深的，茎杆比较粗壮，是吧？再然后你看这个整齐度，一年放过，你看特别整齐，大小比较均匀，是不是？不像一般，你像没有用油麦壳那个颜色比较黄淡，这就是刮完风。不行，咱上油麦壳了。哎呦，那个巧克力啊，别擦了啊。